每次看你加班，我都觉得好羡慕哦。羡慕？那代表你是一个很有价值的人，大家都需要你。我让他在这边一辈子做到死。算出我要的市场数据到小数点后十位，顺便印出这些资料，帮我顺便买午餐。又加班，超波，等一下，又加班，再不出息，再不给我休息，我保证你，保证你一定挂。好啊，要挂大家一起挂，要死大家一起死。